既任侠魁，乃是农家重大药物，为何目前只有你一堂前来？田仲堂主，打算对我出手？你觉得呢？他难道也能闭嘴？将军，何以选择让他闭嘴？这怎么可能瞒得过皇帝？此地不宜久留，你们全是帮倒忙。为什么王离优先攻击神农堂？是不是你提供的情报？